来说，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活着，为了摆脱我曾经的悲惨人生。似模样又这样 I cry 走又走满眼都是像你模样 Stop it 散乱不堪记忆统统都忘了吧扭曲苦痛模样全都抹去吧 Tell me why 是谁在将我一直折磨不停息来把我在这里I will survive, not anymore Let somebody know 我不要再哭泣我生活破碎不堪对这世界害怕不已 You don't know why 我若能再次感受改变我人生的奇遇要从我转学到滨海的那天说起
这房子嘛，虽然有点旧，但是空气特别好。哎，这屋顶呢，要和住楼下的住户一起使用。刚刚那位姑娘就是住楼下的。怎么样？进去看看。嗯，好好好。好，来来来，哎，好。真的吗？你模特班的吧？老板娘，哎，把这套帮我包起来。哎呀，你今天几点回家？我放学就回家。怎么？你太好了，我今天也想早点回家，但是我不敢一个人走。怎么？你又怕遇到那个暴露狂？哦，看好了，现在我是那个暴露狂，突然掀开衣服，我会怎么办？第一点来了，无视他。第二点，嘲笑他。第三点，掏出手机，留下证据。哎呀，记住了吗？第四点啊，老大，饭来了。喂，你干什么你？我怎么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再使唤张志浩了。郑晨没有使唤我，做这些事都是我自己想做的。你不知道你就不要乱说。这话李正成逼你说的吧？你要吃饭，自己去打。喂。百象之力技术培训中心。喂，奶奶。帅呀、啊，你已经到家了。我早到了。奶奶，我正想带你看看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好大，好漂亮啊！我给你多照一些，奶奶。今天还好有你陪我回家。是不是刚在咱们学校门口拍照的人啊？好像是，怎么了？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我觉得还好啊。他该不会在跟踪我们吧？你想太多了，你是不是被那个暴露狂给吓着？不过没关系了，你在我旁边，什么也不害怕了。胆小鬼，不是有个人形影不离给你当保镖了吗？你还害怕什么呀？谁啊？正常。你怎么也在这儿啊？我在此缓解一下学习的压力。告诉你，速速离开此地，
莫要再次引发骚乱。武侠片看多了吧？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啊！那是我的理想。你真是个神经病！你说什么？小屁孩就乖乖坐下来吃泡面。够了！我念在你我是同门的份上，给你一句忠告：放下屠刀，改邪归正，回来和我们重新打拳吧。谁跟你是同门？喜欢打，你自己打个够。我带了。没有咱俩照片，都是学校的。也没有别的女生的照片吗？我们是不是真的误会他了？没准就像他说的，他真的就是手机掉地上，不小心滑到你裙子下面。五哥，咦，这是什么？哇，天哪，衣服都脱了，这人是在行为艺术吗？不退了，皇冠都觉得变态吧？你看他那个肚子，他这是被欺负了吧？真是欺人太甚。快看微博，那人怎么回事？不会是智障吧？我要是他就没有脸见人了。录什么录？气死我了！这人太过分了吧？那他就这么可怜了？不安慰人家就算了，还说人家是变态。就我这，我真应该。把背对你们失望。哎，就用那个啊，没钱买新筷子了。他该不会已经看到这些了吧？直到雨水把这个杯子灌满。你们怎么回事？不会是智障吧？是他就没脸见人了。你个混蛋，还敢自拍！那是何物？好像是尸体啊。心跳正常，醒醒，兄弟！兄弟，醒醒！醒醒！您是阴差吗？啊，不。在下白翔影像专业设计二年级周正道，我的理想是行侠仗义。周正道，你也可以叫我瓦斯科，同学们都这么叫我。所以，你是人？啊？怎么回事？难道我还活着吗？你真的可以自己一个人回家吗？要不我得送你一程。不用了，谢谢，谢谢。
我是在做梦吗？如果是做梦，未免也太真实了吧？不管了，明天再说。醒过来，快醒过来啊！又变回来了。真是我。有人在吗？谁呀？我是住在楼下的。来了。你好，我是住在楼下的。你不就是公交车的？我不是骗他，我不是偷拍狂。知道你不是偷拍狂。你知道？你就是不小心把手机掉地上了，对吧？对不起啊，昨天的事情我太冲动了，我这人比较急，脾气比较冲，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真的对不起。哦。对了，你的手机给你。我还想着呢，你要是不联系我，我就去找你。谢谢你。对了，听我姐说转学生就是你啊，你什么时候去学校？午饭之后。好，那一会儿中午见，拜拜。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拓文帅。拓文帅，我叫陶巧。哦。那一会儿学校见，拜拜。我的手还小，身材那么好，腿也那么长，要是我也长成这样就好。哎，醒醒，起来吃饭了，我马上要去上学了。这副身体就会醒来，这副身体睡着了，我就会醒来。也就是说，我有两副身体了。既然老天给了我一副新的身体，那我就应该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你多重？没量过，我也不太清楚。你说，你是不是请减肥教练了？没有请减肥教练。
就是找了个朋友帮忙。没有专业的教练，看这身材，看这身段，还有这张脸蛋儿。陈虎斌同学也是我们班的学生，现在是追随娱乐旗下的练习生。如果你想，老师也可以推荐你去。上课铃响了，大家都安静啊，准备上课了。好，各位同学呢，今天有一位新的转学生要来我们班上，他的名字叫做霍文帅，大家掌声欢迎。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文帅，不要紧张，都是一个班的同学，来来来来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霍文帅。你叫什么名字？霍文帅。哇，好帅啊，超强，好帅。好，那文帅你就坐那边那个位置好吗？傻瓜似模样又这样 I cry 走又走满眼都是像你模样 Stop it 散乱不堪记忆统统都忘了吧扭曲苦痛模样全都抹去吧 Tell me why 是谁在将我一直折磨不停息来把我在这里决定让我帮你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文帅是我的。文帅学长，像你这么帅的人，怎么可以不学防身术，加入我们跆拳道社吧？把胸部再缩紧点。哇，这么纯情啊！连草草都这么帅。哎，大哥，你打球啊？我不会打球。接住。这样开始了惊心动魄的双面人生。伸出我双手，触